Hey guys， 所以我今天一个人来到 Mary Chia， 就是因为上次做 live 的时候，你们讲，去做了那个 facial 嘞，去 try 的 treatment 好不好嘞？好的话介绍给我们呢，因为他们的那个 treatment 很红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托你们的福，我就来到了。Actually， 我不是很需要这个 treatment 的啦，需要的人很 obvious 了，你懂是谁吗？你看错我做什么？还要讲？你自己看，你的脸也圆了。Guys。我的脸有圆吗？OK，来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很啰嗦。Valerie，所以今天阿Kim需要整容，对不对？还是做什么？不需要整容啊。不用整容吗？我觉得很好嘞。我们安排他做另外一个treatment是Akissimo。那个是会帮到他的脸，lift up的那个brightening。哦，然后他很需要，然后小助理做什么哈？小助理就做oxygen six in one。six in one，这样到了小助理，哇，你这个月没有工钱哦。OK， 然后那个我就不需要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做哈，你要做那个SH reverse facelifting。压你的头发压都掉了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这个关键？这是整个 treatment 最重要的 因为会让你的那个 jawline 更明显。你有动，你在抖，动一下。没有。这个就是不用去整容了，脸也会尖一点了，不错啦，这样，哇，不错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全部这么享受，你会不会觉得你最可怜？会。这边做，这边还没。对。有差吗？嗯。刚才这个eyebag这边还暗暗的哈。对。现在这里就好。对啊，这边会比较白皙一点，这边是比较暗淡，因为很干，因为很多细纹看到吗？就是咯，很多皱纹也是。对。你看这法令纹也是浅的。 会比较白。Meanwhile，Dylan，wake up，Dylan。真的，坏蛋哎。Don't sleep，don't you dare sleep，Dylan。刚才讲话最大声就是他哦。对了。嘘，阿Kim，very noisy，阿Kim。阿Kim，不要吵了，阿Kim睡觉。Please。Much later。做完了，好像真的那个年龄可能稍微一点，那个脸现在是有小尖一点，有没有？ 我的有吗？我的也有，你的真的有嘞，他的 HD 真的蛮明显。刚才 halfway， 他们有拿那个照片，给我看一下，我吓到嘞，阿Kim好像变成小Kim了，小Kim，small Kim，small Kim，你把爽吗？舒服吗？当然，真的，你是，哇，真的你的脸很小，我不习惯嘞，真的，真的吗？真的有，真的，我不懂你们看得出吗？远一点就更小。 真的有分别，而且感觉到有那种光一光一这样，像 fish ball 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啦，不错啦，很好啦，我也是蛮满意的，你们应该看得到的。然后有兴趣吗？有兴趣的话，我们现在就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，most likely 那个live 应该是定了，然后你们那时候就赶快可以抢，要叫朋友来去赶快去 try 一下 ，OK？ 怎样啊？人生都来宠一宠自己 ，try 一下这些啦。我听说你睡去。 做 mask 的时候，我听说你打呼了。<笑>我真的睡去吗？做工那么累，一定睡，趁这个机会睡一下。而且那个音乐很舒服啊。对对。抹布啊 ，sleep 啊。我的 mask 很香的。你的 mask 很香。你的 mask 呢？我没有去闻呢，可能我已经恐怕死了。呀呀，你恐怕死了。抹布烫我的脸的时候是蛮爽的。啊，这里有那种感觉。那个摩擦其实很不错的。我的没有摩擦。哦，真的？我的有。我们做不一样的东西，因为你的比较严重一点，所以。OK guys，see you，bye bye。Bye。